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各界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and 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President Duterte indicated that Metro Manila might open partially under a modified community quarantine scheme. Duterte 总统表示，根据修改后的社区隔离制度，大明区可能会部分开放。President Duterte sai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ill buy more personal protective kits for the frontliners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Duterte 总统27日表示，菲律宾政府将采购更多医疗物资及设备。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otten an ethics committee approval for a study on the efficacy of virgin coconut oil as a food supplement to help figh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菲律宾科技部天然椰子油抗击新冠病毒研究获道德委员会批准。South Korea on Monday.Began requiring COVID-19 self-quarantine violators to agree to wear wristbands monitors or be isolated at the state facility. 针对部分居家隔离人员接连出现违规外出现象，韩国政府从27日要求居家隔离违规者必须佩戴放心手环。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Overseas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菲律宾校友联总商会 Philippine 校友联 Chamber of Commerce. 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恶化，菲律宾政府当局把社区隔离政策延期至4月30日。因此，主办方只能将原定于4月29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亚洲购物商城体育馆举办的亚博星耀马尼拉演唱会再次延期。新的演唱会日期将于居家隔离解除后公布。此外，之前售出的所有演唱会门票可继续使用于新日期。President Duterte indicated that Metro Manila might open partially under a modified community quarantine scheme. Duterte 总统表示，根据修改后的社区隔离制度，大明区可能会部分开放。据商报报道，杜特地在他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可能会部分开放建筑工人之类的。修改隔离制度将允许那些不会人挤人的行业恢复营业，不过来自加强性隔离地区的员工不得返回普通隔离区工作。一位总统顾问表示，有信心加强社区隔离将不再延长到5月15日之后，但强调有必要加强新冠肺炎的检测能力。与此同时，从5月1日起将对存在广泛传播新冠肺炎的低风险地区实施普通社区隔离。在普通社区隔离的范围内，农业、渔业、食品制造、食品零售、物流和媒体行业可能会全面恢复运营，电子产品和出口制造业、电子商务和送货、维修和保养服务、住房和办公室服务也可能恢复 50% 至 100% 的业务。在金融服务、业务流程外包以及其他非休闲批发和零售贸易和服务中，必须遵守 50% 的现场工作和 50% 在家工作安排。在普通社区隔离标准下，各省份的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也可能恢复。总统发言人罗辑早些时候说，只要没有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普通社区隔离将成为菲律宾人的新常态。
新冠肺炎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511人死亡，7777人感染。CNTV 综合报道。President Duterte sai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ill buy more personal protective kits for the frontliners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杜特尔特总统27日表示，菲律宾政府将采购更多医疗物资及设备。据菲中网报道，杜特地总统周一4月27日晚间发表讲话，称菲律宾政府将为前线医护人员采购更多的个人防护设备。他还承诺，当局将在适当的时候完成医疗设备的购买。此外，杜特地宣布，防护设备的转运工作都将由卡尔利托·加维斯领导的国家抗疫政策工作组进行，而不再通过各地方的卫生部办公室，因为后者缺乏人力。他补充说，计划分配给国都区、大明区以外省份的医疗物资和设备都将通过非空军的飞机进行转运。非卫生部此前表示，菲律宾近千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是由于部分医院个人防护设备不足，以及部分病患并未如实透露自己的旅行史。卫生部说，感染新冠肺炎的非国医护工作者总数达到1245人，占非国确诊总数的大约 16%， 当中471人是护士，464人是医生，69人是护士助理，41人是医疗技术人员，25名放射部技术员以及10名助产士。CNTV 综合报道。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Philippines, 黄希莲, called the Filipino-Chinese Anti-Epidemic Committee hotline and praised it as the hotline of life. 中国驻菲大使黄希莲拨打非华抗疫伪热线电话，赞其为生命的热线。据中新网报道，中国驻菲大使黄希莲4月27日拨打菲律宾华社救灾基金抗疫委员会热线组电话，向热线组全体成员表示感谢和慰问。但热线是生命的热线，也是暖心的热线。黄大使说，中国政府4月5日至19日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来菲，圆满完成协助非政府和华社抗疫任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华社会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在使馆协调和推动下，非主要社团和医疗机构成立了抗疫委，下设4个工作小组，为专家组在非期间各项工作提供支持和服务。其中由菲律宾中国商会领导的热线组以专业和细致的态度开展工作，为处于危难中的同胞提供了纾难解困的渠道，为求助的同胞们架起了一座座通向希望的桥梁。热线组督导中国商会洪吉祥会长向黄大使介绍了热线组工作情况，表示专家组在非期间，热线组共接听问诊电话1300多次，安排近百人入院检测治疗。专家组离非后，热线组接听求助电话550余次，进行370多通电话回访。黄大使表示，在中国商会洪吉祥会长的亲自督导和柯志超组长的带领下，热线组有力的配合和支持专家组在非期间的工作，受到专家组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华社的一致好评。黄大使对热线组成员的奉献精神和工作成绩表示感谢和慰问。中国驻非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热线组组长柯志超、副组长侯明志、满昭及热线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此次通话。CNTV 综合报道。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gotten an ethics committee approval for a study on the efficacy of virgin coconut oil as a food supplement to help figh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菲律宾科技部天然椰子油抗击新冠病毒研究获道德委员会批准。据《世界日报》报道，科学技术部已获得道德委员会批准，可以研究天然椰子油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功效，以协助抗击新冠病毒。科技部长德拉皮纳称，该研究由科技部食品与营养研究所提出，并经道德委员会批准，为三项天然椰子油平行研究的第一阶段铺平了道路。德拉皮纳说，这是一项重要研究，因为天然椰子油可以在本地获取，这也可能开启涉及其他疗法的类似研究。他希望能在28天内以最快的速度获得结果。天然椰子油研究已获得道德委员会批准，其是指科技部食品与营养研究所对天然椰子油作为食品添加剂进行研发，由科技部喀拉巴松地区办事处和内湖省圣塔罗萨市市长纳萨雷洛协作完成。科技部喀拉巴松地区办事处负责人马德里加尔称，
道德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已经阐述了在进行天然椰子油营养研究期间要解决的所有道德要求和健康问题。若能通过这项改良临床试验，便可以对天然椰子油做出治疗性主张。马德里加尔说，该天然椰子油研究由科技部食品与营养研究所、卡拉巴松地区办事处、内湖省圣塔罗萨市政府和南吕宋区医疗中心合作进行。90名具有新冠肺炎症状且正在接受观察的人员将参与该研究。科技部已经为天然椰子油研究提供500万批索资金。Cntv 综合报道。Manila Mayor Isko Moreno is eyeing to place 4 more districts under hard lockdown amid reports of violations of the enhanced community quarantine. 马尼拉市长莫仁诺拟对四个区实施全面封锁。据商报报道，马尼拉市长莫仁诺和他的团队正在研究是否有可能把敦洛、仙塔古利斯、西安里斯和马拉蒂处于严格封锁状态，类似于在敦洛区的巴罗拉和最近的三巴热所实施的。周一有传言称，马尼拉景区正准备对1号、2号、3号、5号、7号和9号警局管辖的区域实施全面封锁。4号警局局长易雅易于4月23日至25日在三巴热实施的封锁是成功的。他成功让马尼拉市政府人员快速测试超过800名居民，并对68人进行试纸检测。在上述严格封锁期间，共有160人被捕。各警局局长被地区行动和计划部门指挥官安曼格伦上校指示要最终敲定并提交各自负责领域的安全计划，并以幻灯片形式完成。不过尚不清楚上述封锁会持续多少天。规划中要考虑的细节包括每班人员的部署、流动人员、出入境点、被捕者的居留区、检疫控制点和热点地区等。与此同时，已经有14万名耆老通过他们各自的苗龙牙获得了经济援助。莫伦诺向56480名没有得到1500批索财政援助的耆老保证，他们将尽快得到他们应得的那份，而且没有人会被漏掉。他还补充说，该市还将为他们提供牛奶补品。马尼拉市长还说，一周前他和副市长、马尼拉市议会主席拉军营会面，并准备提供更多的援助资金以应对扩大社区隔离的情况。 CNTV 综合报道。 Coming up next.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s reportedly drafted new guidelines for phased reopenings of certain businesses and public settings as COVID-19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are slowly being relaxed in some regions of the U.S. 美国疾控中心将发布新指南，为各机构如何重启提供指导。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Don't change your channel Magbabalik po on CNTV 菲中新闻台。 This portion is brought to you by 有利东方旅游有限公司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JQ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吉桥国际建筑有限公司高层大厦建筑公司重合同守信用。在当前形势下，只要顾客购买500比索以上，皇庭海天酒楼将提供免费送货服务，让顾客们可以在自己舒适的地方享受他们的招牌菜。皇庭海天酒楼使用他们自己的骑手或 Grab， 顾客可以致电离他们最近的分店。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s reportedly drafted new guidelines for phased reopenings of certain businesses and public settings as COVID-19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are slowly being relaxed in some regions of the U.S. 美国疾控中心将发布新指南，为各机构如何重启提供指导。据中新网报道，日前，美国疾控中心为复工复产起草的新指南草案已发送至美政府进行审阅。据悉，
这份指南为各行业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但如何复工最终还将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自行决定。据报道，这份指南为至少七个行业绘制了被称为决策树的图表，包括学校、营地、育儿中心、宗教设施、公共交通系统、工作场所和酒吧餐馆。此外，该指南还包括一些实用建议，例如关闭公司的休息室，在餐厅使用一次性菜单，以及让学生在教室里吃午餐等。据介绍，美国政府此前发布了一项分为三阶段的复工复产计划，其中提到学校和其他组织在不同时间段内重新开放，但没有为各行业提供具体指南。报道称，这份新指南仍然只是建议，如何复工复产最终仍将取决于州和地方官员提出的具体行动方针。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已经为复工复产制定了相关要求，例如密歇根州要求企业限制同一时段店内的顾客数量。纽约州州长科莫也表示，每个要重新开业的企业都必须向州政府提交详尽的重启计划。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8日上午7:31，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共987022人，死亡56144人。Cntv 综合报道。Sunak unveils 100% state-backed loans for small firms。英国政府将为小企业提供100%国家支持的贷款。据中新社报道，英国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27日在英国议会宣布，针对企业的疫情救援计划，英国小公司将获得100%国家支持的贷款。苏纳克当日在英国议会下院告诉议员们，国家支持贷款高达数百亿英镑，消除了银行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为小企业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解决方案。该计划将于下周开始实施，在申请通过后几天内，每个小企业将获得最高5万英镑的贷款支持。申请贷款的企业只需要向银行证明在疫情危机前生存状况，而不需说明疫情危机后能够生存的可能性。此前，企业普遍抱怨称，由于疫情导致经济环境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难于证明企业未来的生存发展潜力。该计划同时解除了银行积压的企业信用检查程序。苏纳克希望此举能加快申请过程，因为人们担心许多小企业可能会在获得贷款之前倒闭。该计划受到英国商界领袖的广泛欢迎。英国工商业联合会总干事卡罗琳·费尔贝恩称，此举对小企业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企业。英国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麦克查理表示，财政大臣决定听取我们的建议，为小额贷款提供100%国家担保，建立新的快速通道系统，这将给成千上万的公司带来生存。 CNTV 综合报道。 South Korea on Monday began requiring COVID-19 self-quarantine violators to agree to wear wristbands monitors or be isolated at the state facility。针对部分居家隔离人员接连出现违规外出现象，韩国政府从27日要求居家隔离违规者必须佩戴放心手环。据韩联社报道，从27日0时起，对于擅自脱离隔离点或不接确认电话等违反居家隔离相关规定的人员，韩国政府要求其必须佩戴电子手环，若拒绝佩戴，则需强制送至定点隔离设施，同时费用自理。手环上的蓝牙装置与安装在手机上的居家隔离 App 相连，当隔离人员离开限定范围或手环受损时，有关信息将自动传送至相关负责人员。截至26日下午6时，韩国共有39740人接受居家隔离，其中37818人为海外入境人员。截至目前，共有286人违反隔离规定，其中209人正接受警方调查，45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实际上，韩国政府内部对是否采用电子手环一直存在分歧。在讨论之初，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就指出此举有侵害人权之嫌。在韩国，与佩戴放心手环类似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装置，只有针对严重性犯罪刑满释放人员的电子脚镣。因此，虽然这项措施的出发点是为有效防疫，但此举无异于将居家隔离违规者视作重大犯罪人员，因此也引发不少质疑声。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
韩国2008年通过一项法律，强制要求性犯者、再犯者需佩戴电子脚镣，但佩戴前会经过必要性审查、检方请求和法院下达命令等程序。即使是这样，现行的电子脚镣制度也始终面临侵害人权的指责。韩国文化日报27日也发表社论表示，对违规居家隔离者强制佩戴电子定位装置的措施具无法律依据，实施起来又缺乏时效性。此外，韩国现行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中也没有要求隔离者必须佩戴定位装置的明文规定，该措施未来很有可能面临无执法依据的窘境。 CNTV 综合报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is affecting Southern Mindanao. The provinces of Sarangani and Davao Occidental will have cloudy skies with scattered rain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Batanes and Babuyan Group of Islands will have cloudy skies with isolated light rains. Metro Manila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ill have partly cloudy to cloudy skies with isolated rain showers. 大明区今天的温度是25到35度，地窑市17到25度，苏武市26到33度，达沃市26到34度。 And that is your latest weather forecast. 我是 Candice Dan 陈静云，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广告之后还有华社新闻，请不要转台。 Magbabalik po ang CNTV. China Philippines Corpor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ve Plus Charity Foundation, donated 5 tons of rice to help the Filipinos cope with difficult times. 中国电建菲律宾代表处携手爱基金会向非民众捐5吨大米共度难关。据中新网报道，菲律宾疫情紧急，吕宋岛实行区域加强性社区隔离已经1个半月，基层民众生活出现困难。中国电建菲律宾代表处通过菲律宾爱家慈善基金会向非基层民众捐赠5吨大米、鸡蛋600斤。4月26至27日，中国电建菲律宾项目营地所在地加洛干市的一个社区民众已有数百户家庭收到捐赠。现场以紫色雨衣作为防护衣的志愿者将一袋袋大米捐赠给菲律宾基层社区，宣传板上是紧握的两只手互以中非两国国旗，口号是 We fight as one。 中国电建菲律宾代表处首席代表赵志浩表示，希望通过此项慈善活动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中资企业加入华人华侨在菲律宾的抗疫活动。爱家慈善基金是在菲新华侨的一个慈善机构，菲律宾疫情爆发以来坚持以做慈善方式与菲律宾共度难关。据悉，中国电建捐赠的5吨大米将由爱家基金会陆续捐往吕宋岛一些食物匮乏基层社区。事实上，在中国疫情爆发的2月，中国电建菲律宾代表处捐赠了折合人民币8.4万元采购防疫物资，向湖北慈善总会捐赠了一批防护物资，支援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协和医院、英山县人民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CNTV 综合报道。 Chiang Kai-shek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Contra the COVID Project, their batch distribution of 16,005 kilogram bags of rice was held at Bundo High School First District Manila last April 27. 中正校友总会75周年庆联合各界校友心手相连，于4月27日进行第三次县内抗疫16000包公斤大米发放慈善活动。菲律宾大明市新冠疫情尚未完全受控，政府加强社区隔离措施，延长至5月15日，但隔离不阻碍。中正校友总会联合各界校友心手相连，
于4月27日在名字端多中学继续进行第三次正有75周年会庆，献爱抗议发放大米慈善活动。会长陈建卫、副会长李锦思代表全体中正人将物资16000包五公斤大米交由明市第一区巴朗街136单位负责发送给明市第一区市民，援助市民度过疫情困境。感谢来自各界爱心校友踊跃的捐献，发送大米让明市市民能得以温饱，同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做出努力。Cntv 综合报道。以上是 Cntv 新闻的全部内容。You can also catch today's newscast on our Facebook page, YouTube channel, and our website at www.chinesenewstv.com.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ntv Philippines.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Goodbye and see you again tomorrow. Magandang umaga po. This program wa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个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Overseas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菲律宾校友联总商会 Philippine 校友联 Chamber of Commerce